来看看，大家看看，一个叫了断脚断腿的水能电车火了啊！这水能电车火的，说明这水里面有天然气了，这有什么？大家看看，一个叫了断脚断腿的水能电车火了啊！这水能电车火的，说明这水里面有天然气了，这有什么？什么地下宝藏了啊？但是坏事，哎。不到离得太近了，就连水带火都要看见。小大的一口井，井里出来的水呢，电车火了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谁见过这么个水能电是水能电有用？那个水，你看。